请收看《唯心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今天已经是辛丑年六月十三日，啊，我们祭祖之后，赛佛、浴佛大法会已经是第六十五坛了。六十五坛来，法界三界万灵，列祖列宗诸圣灵。护佑台湾平安，我们感受到了。仰仗王禅老祖天威，诸佛菩萨、开天九大菩萨天威，啊，保佑加持台湾的疫情。到昨天已经降到十六例，在世界各国，这个疫情都一直在暴涨，唯独台湾的疫情下降，这是很不可思议的。首先，我们要感恩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的庇佑，台湾同胞平安。啊，台湾同胞是中华民族三祖儿女最优秀的代表者，在台湾。所以我们唯心圣教是代表台湾人民的心声，对列祖列宗的尊敬和礼敬。啊，这是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唯心弟子们应该尽的本分。所以我们谨遵天命，办了十五坛的联合祭祖大典，啊，创五千年来大事迹，在当下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啊，我们感恩。我们绝对会依循列祖列宗所求，啊，倡导大孝之道，所以我们决定在后天、后年由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继续举办联合祭祖大典。地点选择在现在我坐的地方，八卦圣城维新大道，也由祭祖总会秘书长严立法师
很周详的规划，啊，能容纳越多越好。所以在昨天，啊，我们请啊陈惠良组长前来设计，力求庄严，又具有大孝之道的真实意。所以民族要兴盛，一定要从大孝开始，从祭祖开始。世界四大民族，唯独中华民族还留着屹立不摇，这是从中华民族的孝道开始。那么我们要让中华民族血脉延绵，延续到未来千秋万世，只有一条路，提倡大孝。我们也希望各位维新弟子、维新贤士同修，啊，大家啊畅行大孝之道，啊，这我们就可以满我们的愿。所以在后年1月1日要在这里举办联合祭祖大典，将开创另一个新的局面，在八卦天星妙莲台前举办祭祖大典，圆满之后，啊，随即登上八卦天星妙莲台，啊，转身啊，蓝天净土，啊，到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了脱生死，这是我们的天命。所以我选择在今天宣布这一点，啊，天大的消息，啊，以此来供养，啊，我们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心开意解，啊，能够加持三祖儿女心手相连，共创世界真和平，以为本愿。要做到问心无愧，要从祭祖开始。祭祖是每天时时刻刻在我们脑海，在我们心里直接感受和反应的，啊，智慧。所以阿弥陀佛法藏比丘，他修六波罗蜜，啊，昨天阐述到忍辱，忍人所不能忍，修人所不能修，做人所不能做的事情。但是要有智慧，智慧是累积生生世世潜能的思维和经验，这一生用在世间上，用在社会上。那么智慧最长远的根源就是孝道，大孝之道才能延续我们的智慧。我们各位的列祖列宗诸祖灵，
都跟在我们身边啊，我们身为子女的一心向善啊，及带领列祖列宗行善的功德啊，一心念佛带领列祖列宗啊一起念佛啊，即可当下顿悟无生法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阿弥陀佛的佛净土啊！啊，这是一条非常洁净的路。啊，唯愿我们各位同修，啊，大家啊，静心的来思考。啊，智慧的泉源就是列祖列宗诸祖灵。啊，智慧的功德天就是孝道。啊，智慧一生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阿弥陀佛的佛果位。啊，所以今天啊，特地向各位列祖列宗啊，当上一佛诸祖灵啊，表明我所悟啊，分享给各位大家一起来共修成圣成贤成佛的佛果位啊，祝福各位。啊，今日今时辛丑年六月十四日，也是我们赛佛浴佛大法会第六十六坛哦。六十六坛来，我们一直开示了啊，开天九大菩萨的心法。和真禅妙义，妙真禅奥义啊！今天佛陀也光降了，啊，来为列祖列宗诸祖灵开示加持灌顶。释迦牟尼佛住世四十九年。的弘法利生是在开启每个人内在本性的尊严，所以每个人来到世间啊，都有他的各种不同的因缘，所以当人最后要回归啊，空界的时候，所以这是每个人每位祖灵最烦恼的，所以释迦牟尼佛啊，将他的所悟的啊真言真理啊传达啊给所有众生啊，佛陀住世四十九年传的道八正道，那么阿弥陀佛他所传的道啊六波罗蜜，六波罗蜜的最后一个境界就是禅定，智慧之后是禅定，这个禅定啊，需要有相当大的功夫，所以佛陀啊开示了真言八正道，
明天开始我们会为各位列祖列宗来阐述佛陀八正道。好，那么今天我们谈到阿弥陀佛成就他的六波罗蜜，最后是禅定。人在世间上最重要的是禅定，来世间上有各种的酸甜苦辣受，贫富贵贱啊，王侯将相、贩夫走卒的各种考验，那在考验之中，就难免会有悔恨、贪欲、不满、不安。一旦不安了，你要禅定就很困难。所以佛陀就传着这个八正道给众生，才能够真正到达阿弥陀佛的境界果位。好，今天我们已经攻占了阿弥陀佛的六波罗蜜，到最后来就是禅定。禅定就是不被一切烦恼所左右，不被一切的悔恨贪欲来左右了，我动了我们的心和念。所以除了正知正见以外，还有我们要念佛，念自己本心阿弥陀佛，自己的本心本性就是阿弥陀佛。所以你阿弥陀佛我们念了，我们就可以直登极乐世界成佛回去吧。那么今天我们一定到禅定了，在此祈愿呢，我们列祖列宗诸祖灵能够依禅定的法则，一心不乱到极乐世界成佛回去吧。我们今天也很高兴佛陀开天九大菩萨光降为各位开示接着明天我们就要来共修佛陀八正道。阿弥陀佛。今天辛丑年6月15日是我们赛佛浴佛第67坛了。在辛丑年以来，台湾地区疫情的威胁，我们祭祖总会和维新圣教各分支道场依法执深寒，尤其在祭祖总会王禅老祖圣事要以赛佛浴佛奉送天恩煞神灵归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各自成就
佛果位。六十七坛来，我们锲而不舍，我们本着阿弥陀佛、法藏比丘成就的修行原则，六波罗蜜、禅定、智慧，在六十七坛来，我们的智慧是以宗教法仪来以天恩煞神解冤释结，将台湾地区所有人民的冤亲债主、天恩煞神，啊，以各种的法仪招请来坛城受纳我们供养，啊，心开意解，我们才能够解冤释结，才能消灾化解。这到了昨天辛丑年的六月十四日，啊，台湾天恩煞神疫情啊降到23例了，啊，很快了会将归于平静，所以政府的努力、全民的配合，再加上有缘的人以宗教的修行力量来解冤释结，啊，三管齐下，这个冤、这个仇就可以化解。冤冤相报何时了啊？那么今天我们谨遵王禅老祖开天九大菩萨的慈悲加持灌顶，以九大菩萨的智慧和我们老祖的智慧，啊，加上我们所有维新弟子祭祖总会的信心，啊，我们坚定不移，啊，终于达到这一个啊华喜的日子。今天已经六月十五日，已经是第六十七坛了。我们唯愿各位维新弟子同修代表，啊，我们仍然本着为国修道、为全民修行的原则，啊，我们继续努力，啊，这也是禅定之后，啊，我们的心眼可以眼见，啊，所以佛陀啊，光降开示列祖列宗诸祖灵，啊，以佛陀修成正果人间佛陀的修行果位的要领，就是八正道，八条正确的路。啊，第一是正确的见解，第二正确的思维，第三啊正确的工作正业，啊，第四正确的想念，啊，第五正确的慈悲，
治病，啊，再来呢，啊，就是正确的禅定，啊，所以八正道八条正确的路，是我们列祖列宗当下成就佛陀的不二法门。三宝佛，一，阿弥陀佛，二，释迦牟尼佛的佛陀，第三，药师佛是清净性。所以我们依法在空界中，我们能够禅定啊，时时要有眼见，我们当下性也是成佛了啊，我们三宝佛前一段时间都为各位谈解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那么这几天呢，我们会为各位来禅解啊，佛陀八正道啊，当下也可以成佛，成就佛陀的佛果位啊，依止八正道去修行，就可以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果正等正觉的果位。所以我们今天六月十五日啊，天神都下降，法界圣神天人也都下降，光降到唯心圣教八卦圣城啊，那八卦天心妙人台前，唯心大道啊，赛佛玉佛啊，到坛城，我们唯愿列祖列宗一起当下成就，当下见性成佛，啊，即是我们的啊目的。啊，我们当下愿以八正道来回向，啊，与列祖列宗诸祖灵，当下坛城上各姓氏府上诸祖灵，同沾法意，同证菩提，阿弥陀佛。